伸出万恶的小手肘被发现。珠子吃不到肉肉见笑转生气，大口含住饮料，不让你喝。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。不是我在你面前，你却不知道我喜欢你。而是食物就在你眼前，看得到却吃不到好口。连 QQ 大家都知道汪星人是吃货，但就连高傲的喵星人碰到吃的也会一秒被收服。认吃不认人，就是小编养猫的亲身经历。泪奔粉砖贴出了一段吃货被抓到的影片，这只可爱又有点无辜的小猫看到了桌上烤得香喷喷的火腿，万恶的小手肘就这样忍不住伸出去。但是一瞬间就被奴才发现，轻轻打了一下他的手肘，可怜的皇上就这样作战失败。但是在皇上的字典里绝对没有放弃两个字，看看他坚定的眼神，直盯住好吃的火腿看，然后再度伸出手肘相碰，没想到又被奴才发现。让人家吃一口又不会怎样，奴才你真的很小气哎。眼看皇上好像有点闹别扭了，奴才还是坚持自己的立场，绝对不让皇上偷吃。没想到这时候，俗语梅雨虾也好，居然派上用场。葱、角、明、华的主子退而求其次，居然把头转到旁边，打开嘴巴含住吸管。好啦，吃不到东西喝个饮料解渴也行。喵，沾了我的口水你也别想喝。然后下一秒又被奴才挡住了。哎，你存心跟我作对吗？朕要把你拖出去斩了。喵喵的表情说有多委屈可怜，一副好像失去全世界的样子，眼巴巴地看住奴才。非常不开心。